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能断一切众生一回不可尽过为一切众生现一切佛神力教化调伏并修行不断不可尽过是为十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会赞住此藏者得无尽智慧普能开悟一切众生能断一切众生一回不可尽过众生啊，所以与道不相应的原因，就因为啊，有很多疑悔、疑信参半，就是啊，半信半疑。你说他不信吗？又信一点点。你说他是不信吗？他又有一点点不信，这将信将疑，所以修行呢就不会成功的。那么现在这个菩萨有这个慧藏，叫智慧藏，他能啊明辨是非，能以呀、啊、断除一切众生的这个疑悔思想、疑悔的念，无论有什么疑悔、有什么怀疑，都可以断了，所以叫不可尽故。能断这个种的智慧呀、啊，是没有穷尽，能断除一切众生这个疑悔，这种的方便法门也是不可穷尽的。为一切众生现一切佛神力，教化调伏，用修行不断。不可禁锢，能以啊为一切的众生，所有的九法界的众生，现一切佛神力。这位菩萨虽然他没有成佛，可是啊，他能现一切佛所具有的神通力量。教化调伏并修行不断不可禁锢，来教化众生，调伏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啊他常常修行啊，这个修行的思心是不间断不停止。那么这种的智慧呀、啊，也是不可穷尽的，是为十。这个呢，就是叫十种的慧藏。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慧藏。这个呢，前边所说这个，就是这个菩萨中的大菩萨。
所修行的第七种的智慧藏，住此藏上，要住就是啊，修行慧藏的这个菩萨，得无尽智慧，能啊得到无尽无尽的这样的智慧般若，普能开悟一切众生，普遍呢能令一切众生都得到开悟，得到啊成佛。佛子们，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念赞，此菩萨舍利智慧得具足念，一年过去，一生二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无量百千生，成劫坏劫成坏劫非一成劫非一坏劫非一成坏劫百劫千劫百千亿哪有他，乃至无量无数无边无等功德林菩萨说完了这个第七的智慧藏之后，他又啊叫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念藏，那你们各位佛的弟子，你们知道吗？什么叫做菩萨中的大菩萨？他所应该修的这个念藏，这又是说的什么？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修这个念藏的法门，你们知不知道啊？我现在告诉你们，此菩萨舍利持慧得具足念，这一位菩萨呀，他能啊舍利一切的愚痴和疑悔，就是迷悔，他能舍离了，舍离愚痴，不怀疑，就能具足回忆的这个念，回忆，他什么事情啊都不忘，都可以啊想起来，想起来呀、啊。什么呢？这个一年过去一生，他能以啊回想到过去的生的一生，一生啊就是由生至死，出生啊是少年，以后经过壮年，经过老年，然后死了，在这一生之中所行所作都是一些个什么事情，所做的功啊多呀、啊、是过多，所做的善功德啊
是具足啊，是罪孽过啊，是在具足。这个菩萨啊，就这么回忆来想起来。那个医生的事想起来了，这还不算，乃至于二声，第二声又姓什么叫什么，做什么事情，所行所作，是怎么样子？那么三声姓什么叫什么，所行所作怎么样子？乃至于十声，这个十声中间呢，就四五六七八九，包括在内，包括在这个乃至里。乃至呢，就是超料词。超料啊，就是省文，就把这个中间有很多都没有说，所以这叫乃至。十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死生，这样到这个十生上，不单到这个十生能回忆起来，能想起来的，乃至于百生，在这一百生里边的起毁造业受报，回者修行了，回者没有修行，回者发菩提心，回者没有发菩提心，这百生里头啊都可以一目了然，很清楚的。不单百生能回忆起来，能想起来，就是千生也能想起来，以千生的所行所作啊，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在这千生里边呢，所有一切的行业所造的业所受的果报啊，种种的所行所作，百千生，不单千生啊能知道，百千生，一百个千生，所有的这种的业果循环也都知道，也都能想起来，乃至于啊无量百千生啊，没有数量那么多百千生，前边呢这是百千生啊，这是无没有数量那么多百千生啊，不但能回忆无没有数量那么多百千生，乃至于啊能想起来，在这一个成劫里边所有一切的业果报应他都记得。这个成绩你们各位都知道啦，这个一增一减这叫一个劫，一千个增减劫啊这叫一个小劫，二十个小劫是一个中劫，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四个终结就包括啊成住坏空，成二十个小节，住二十个小节，坏二十个小节，空二十个小节，咱们这儿啊是成节坏节，这就包括呀、啊、这个成节就包括那个住节，坏节就包括那个空节了，所以啊这是成住坏空这四个终结成一个大结。那么一增一减是一个结，就是啊人的寿命一百年减一岁，身量啊减低一寸，由八万四千岁减到人寿十岁上，然后再增
也是一百年呢，寿命增一岁，身量的高度呢增加一寸，增加到八万四千岁，这一增一减，这叫一个劫。咱们现在呀，这个成劫坏劫，成坏劫，非一成劫，不是一个成劫，那就是很多了。非一坏劫，这也不是啊，一个坏劫，也是很多的坏劫了。非一成坏劫，不是一个成坏劫，也是很多的成坏劫。百劫千劫，或者呀，百个成坏劫，或者千个成坏劫，百千亿哪有他的成坏劫，乃至无量无数无边无等的这种的成住坏空劫，这么长的时间，菩萨他都能想起来，都能记得啊，记得清清楚楚的，不会呀忘了。所以这念藏就是念过去的一切劫的事情，都可以啊记得清清楚楚的。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劫，念一佛名号，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佛名号，念一佛出世说受记，乃至不可说，不可复说佛出世说受记，不单无数无边无等这么多的劫数，乃至呀不可数不能数那么多，不可称也不能啊称量，不可思不可以心思那么多了，不可量不可呀、啊、你来度量的度量它有多少，不可说不可说就是啊不可说不可说不知道有多少了，不可说劫、不可说这么长的这个劫，这个劫呢都是大劫啊，在这么长的时间都能回忆都能想起来的。有的人就说啊，说这个还有前生一生二生三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万生这么多大劫，是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你要想没有的话，俺们就把它缩短了它，一生俺们就当一天，就是一天两天乃至十天百天千天万天，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天，那么这个昨天前天一天两天，这你都你不会反对的，那么就这一生啊就作为不可说不可说那么长的这个大劫，所有的事情都能想起来啊，都能回忆起来，念一佛名号，念一个佛一位佛的名号，乃至啊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乃至于啊念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佛的名号都能记得，念一佛出世说是受记，念一位佛呀出现于世给菩萨说法受记灌顶，乃至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佛出现于世为一切菩萨说法受记灌顶啊，这都啊
可以记得。念一佛出世说修多罗，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出世说修多罗，如修多罗，其业受记，伽陀，尼陀挪，优陀挪，本世本生，方广，未曾有，譬喻，论义，亦如是，念一众会，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会，念演义法，乃至演不可说不可说法。讲的一入世念。一众会乃至不可说众会，念言一法乃至言不可说不可说法。这个清凉国师啊，他也学过梵文，他对梵文呢修学啊根底很深的。入修多罗，我不需要念了啊。这就是啊说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啊，这个大乘讲十二部，小乘呢也讲九部。你们要想详细知道呢，可以啊研究佛教字典。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们讲。入啊，就好像修多罗啊，修多罗是梵语，梵语呢意思有的说契经是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又有啊翻译成长行，长行呢就是从这个入世我闻到最后啊这个信受奉行，这都叫啊长行，这叫一个总相。这个呢有四个意思。第一呢就叫法本，这法的根本，这修多罗。第二呢就是叫经，就叫经。第三呢是直说，说得很直的。第四个意思是圣教，这样佛所说的法，这都圣教啊，叫圣教量。只有这个四个意思。那么圆公大师他又啊讲有五个意思。这个法本他分出五个意思。五个意思，第一就是教为理本，这个教啊就是说的一个理，理的根本。第二个意思就是经为论本，这个经啊是论义的一个根本。第三就是总为别本，那个总相啊为别相的一个根本。第四是初为后本，一开始啊为啊最后的一个根本。第五就是广为料本，广说呀就为料说的一个根本。那么现在这一段经文要说有十个意思，对，连前面昨天所讲的。第一就是生，就是一生二生三生四生，这是时间说的时间。第二就是劫，讲的这个劫啊，有一个大劫乃至于无量大劫，劫。第三是佛名号，
说佛呀，有多少佛，有多少佛的名号。第四呢，就是受记。第五呢，就是演教，所演的这个教理。第六就是众会。第七是说义。第八是根性。第九就是所至。第十是能至。那么分出来这么多的种类。那么现在所说这个修多罗就是长行。其业这个呢是梵语，翻译过来叫寄送，叫应送，就是应该再说一说前边这个意思啊，再简要的来说一说前边这个经文的这个道理。应送受记，那么就是受啊，先佛给后佛受记，或者给菩萨受记，受记是一个记别号。切他是一个风诵，风也就是诵，不就是啊唱着念的，这个唱着念的又叫这个又叫孤起诵，与前边也没有什么关系，与后边也这个经文也没有什么关系，突然间就说出啊这么四句偈颂，这叫孤起颂。米他呢就是因缘，说种种的因缘，或者说佛的因缘，或者说弟子的因缘啊，种种的这个因缘。乌他呢就是不问自说，就好像弥陀经啊没有人问，所有的经典这个弟子啊都有请问，然后佛就说，那么唯有弥陀经是啊没有弟子请问，佛不问自说。为什么呢？这个法其他的弟子不会明白，所以没有人明白，也就没有人问，没有人问佛啊，也不能不说，所以啊就佛就不问自说。无他呢，就好像弥陀经本事，这是说的佛的本事啊，种种的过去的事，现在的事啊，未来的事。本生，这说佛的本生，或者呀一切弟子的本生啊，都包括在内。方广啊，说这个法呀是很广大的。未曾有，这个不是未曾有，未曾有啊，这个字读曾。未曾有的意思啊，就是啊，或者过去诸佛没有说过这个法，现在说了，这是一个很新鲜的法。或者在过去诸佛虽然说啊，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说，没有人懂，这也叫未曾有啊。或者是很妙的，所以啊很稀有的，很稀有，这也叫未曾有啊。至于翻译这个经文的时候啊，那个所有的人都是啊会梵文又会中文啊，两种的文字啊都是啊非常的圆满。现在有的人呢啊，不论他哪一个普非萨啊是小者啊，他说这个是不对，这就是啊故意找毛病啊，故意找毛病。
他这个说不对的就愿意标异现奇，好令一般人注意他，说你看母母普非萨，他说以前那个翻译经典完全都错了，这表示他有学问。其实他这个学问呢，我也不能说他比过去那些个祖师啊大德高僧好，但是一定是比我好，因为我根本就不懂这个梵文。那么他说对啊，我也不管他，他说不对我也不管他，那么我就当他未曾有啊，我就当他未曾有。这个未曾有这个意思，方才郭璞所讲的啊，这个稀有未曾有啊，这个法呀，就是这个法以前没有过啊，很稀有的，很少的，这都可以啊说是未曾有。那么这个清凉果师啊，他也会梵文，你看他写书抄常常用梵文呢，是什么无他呢，后边这个十二部经呢都是中文的，他都写上梵文是什么，足见他是会梵文。这个意思呢，这个未曾有法啊，他那个梵文说 up 这个意思，稀有也好，稀有也就是未曾有，未曾有也就是稀有啊。但是他那达玛就是法，这个翻译如果说未曾有法啊，这个文法上啊，梵语病说未曾有法，或者稀有法，这是还过得去。如果说未曾有法，就是没有法啊，未曾有法，没有法。这个未曾有呢，但是不知道什么未曾有啊，要加上一个翻译那个达玛是法，要说未曾有法，这根本就没有这个没有法啊，所以这有一个语病。那么现在翻译未曾有，这十二部经里头的其中的一部，也就是十二分教，又叫十二分教。譬喻就是比喻，就是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论义啊，谈论一入世啊，也都啊像前面所说的是，念一众会，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会啊，言一法，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法。 OK， 念一根种种心，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种种心，念一根无量种种心，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无量种种心，念一烦恼种种心，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烦恼种种心，念一三昧种种心，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昧种种心。这个念藏就是博闻强记，所以说念一根，念一个众，前边所说众会，就是啊为众生说法，这就是说义，众会说义。那么现在呢，这个文就是种根性，第八那个根性，所以说
念一根，念一类的众生的根性。一类的众生呢，就有种种的根性不同，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种种性，乃至于啊种种啊种类的众生根性，就是无量无边那么多类的众生，那么多种的根性，种种的根性，他都啊分别的清楚，记忆的清楚。念一根无量种种性，念呢一类的众生，在这一类的众生就有无量种种的这种的根性，乃至于啊念不可说不可说这个根呢，无量的种种性，说不出来那么多的类的众生种种的根性。念一烦恼种种性，这就是啊这个所知。念一烦恼，念一种的烦恼，有种种的因素，种种的种子，它生出这个种种的烦恼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烦恼种种性，乃至于啊他记得这个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烦恼种种的因，种种的烦恼的这种性，他都记得。念一三昧种种性，这个念一种的三昧，这个三昧就是啊能治这个烦恼病。前边呢那个烦恼是要所治这个烦恼，现在用这个三昧啊是能治这个烦恼，以这个智慧水，智慧的定水来治啊无量这个尘沙的烦恼。所以念一三昧，念一种的定啊，里边就有种种的定的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昧种种性，乃至于啊回忆念想这个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三昧，那么多的定，种种的这种定的性。思念有十种，所谓寂静念、清静念、不着乱念、明彻念、离尘念、离种种尘念、离垢念、光耀念、可爱乐念、无障碍念、菩萨住世念时，一切世间无能扰乱，一切议论无能变动，往事善根悉得清净，宇宙世法无所染着，众魔外道所不能坏，转身受生无所忘失，过现未来说法无尽。在这个念障啊，就是回忆这种念障，有十种念障。这十种念障
就是所说的寂静念，既然不动，感而随同寂静的这种念，清净念，清净念就是一点的染污也没有，不浊念，不浊就是不浊烂，不浑浊，明澈念，光明透彻，如入玻璃一样。离尘念，离开一切的尘劳妄想，这种的念。离种种尘念，离啊所有的一切种种的尘劳妄想，这种念。离垢念，离这个一切染污法，这种的念。光耀念，也能啊放光照耀，以智慧光明来照耀一切。可爱乐念，有一种可爱乐的念。无障碍念，无所障碍这种念。菩萨住世念是，就十念法这一位菩萨修行这种念的时候，一切世间无能扰乱，所有一切世间的法呀，它不能摇动它心，不能扰乱他的心，一切议论无能变动，所有一切天魔外道的理论呢，不能摇动这个菩萨的思想。往事善根，在以前呢所种的种种善根悉得清净，都得到清净了。于诸世法，对一切的世间法无所染着，不会啊有染污和执着的思想。众魔外道，一切天魔外道啊所不能坏，他们都破坏不了这个菩萨转身受生。那么今生啊完了，等到来生又受生的时候无所忘事，那么前生的事情还都能记得。过现未来说法无尽，那么在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十方三世演说妙法呀无有穷尽。这个为菩萨修念藏就得到这种的利益。有两个，一个是参念，一个是会，是参无尽藏，一个是会无尽藏。这是反映英文一个问题，英文有两个意思是不一样的，一个叫 shame， 好像就是一个境界，你如果做的事在做的时候知道是不对的，就生这个 shame 心。那个参这个参或者内就是参，那么这个 repentance 忏悔 repentance 就是你就回向我已经所做的事情，我现在知道是不对的，不要再做，要改。这是英文的两个不同的 shame 或者 repentance。 问题就是不知道用哪一个中文字，用哪一个参或者用哪个愧来代表这两个不同的，或者在中文方面上根本没有这个分别。那个灿字可以用那个心，可以用那个，那愧字可以用那个什么，两用相当不相当？
国静觉得怎么样？参就是心里觉得不圆满，觉得在已经做这个事情做得不好。可能这愧呢，愧中文不有内疚，心里内疚，很内疚的，就好像已经有了病了似的。忏愧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啊做的什么事情都不对了，我好像见不得人类的样子。那么这个忏愧不还是啊心里自己有这么自己宰罚自己的这种样子，就是自己有一种良心的感觉，良心上感觉我不痛快不舒服了。英文的重点好像是有后悔的意思。嗯，国印你觉得怎么样？这是愧，这是在这个忏愧是这个二十种随烦恼里头，那白法明门论是不是在二十种随烦恼里头？忏愧 OK 不能解决，慢慢讲。于一切世界中，与众生同住，曾无过咎，入一切诸佛众会道场，无所障碍，一切佛所悉得清净，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念章，于一切世界中。这是说的这个修十无尽藏的菩萨，他入世出世，出世入世都没有障碍。所以说一切世界中，不是单单在一个世界里边，在所有的世界十方世界里边，所以叫一切世界。他在一切世界里边与众生同住，他虽然是菩萨，但是啊他也视线的和众生是一样的，所以叫与众生同住，也就是啊和光混虚。老子所说的和其光同其尘，这叫啊和光混虚，也就是啊视线的这个身体和众生是一样的。曾无过咎，虽然身体是一样，和一切的众生是一样，可是啊他自性清净，离一切的执着，离一切的贪嗔痴，因为他没有贪嗔痴，没有执着了，所以也就啊曾无过咎，没有过错，他
在这个众生里边也不会造罪孽，还是清净的，就好像那个莲花呀，出污泥而不染一样的。入一切诸佛众会道场，无所障碍。他呀，到所有的一切诸佛法会道场里边，做影响众，诸佛扬化，他呀无所障碍。这无所障碍呀，是他愿意到什么道佛哪一位佛的道场里边去，他就去，不会啊不能去而发生障碍。也在所有的道场里边，也没有人呢障碍他，因为他不障碍其他人，所以也就没有人呢来障碍这一位菩萨。一切佛所悉得清净，所有的这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道场，这一位菩萨他悉得去亲近，就去亲近呢供养诸佛。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念藏，这个就是啊菩萨中的大菩萨第八种所应该修行的这个念藏，回忆往昔一切一切的这种经过的情形，所以这叫第八种的意念，这种啊记忆力念藏法门。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持藏，此菩萨持诸佛所说修多罗文具义理，无有妄事，一生持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生持，持一佛名号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持一劫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数，持一佛受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受记，功德林菩萨说完了前边第八的念藏，现在又说第九这个持藏。在没说这个持藏之前，他先称一声啊是佛的弟子，这个意思间呢就是请着各位啊佛的弟子都特别注意，他好说啊这种持藏的法